人物焦点带您来看到的知名音乐人蒋三省的17岁儿子蒋荣宗即将推出全创作的音乐演奏专辑。从3岁开始，他就接受古典钢琴的训练，不到10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之下尝试作曲以及编曲。这次专辑里头编曲工作也是由蒋荣宗一手包办。未来他打算进军到演艺圈，成为全方位的创作音乐才子。琴键上恣意游走，串成音符从指尖流泻而出，带点巴洛克的古典魔幻风格，挑动听众感官。中国风听来古意盎然，让人想要细细品味。创作曲风横跨东西方元素，年仅17岁的蒋荣宗首度推出全创作演奏专辑，大玩跨界的音乐撞击。我是把流行跟我在学术方面学的古典做一个就是融合。那其实因为学术，不管学学术或是流行方面，都是一定要很长时间的累积。接受古典钢琴训练，蒋荣宗出身音乐世家，父亲是知名音乐人蒋三省。从小耳濡目染下，不论作曲、编曲还是制作，在他的音乐路上都有爸爸一路相陪。把作品拿出来之后，爸爸都会希望给我一些意见，他的看法。我会比较保有自己的那个主见，但是我觉得假如那个东西、那个意见会让我的作品更好，我是会接纳的。双手在琴键和滑鼠间来回忙碌，蒋荣宗专辑里的编曲工作完全不假他人之手，就在这间录音室里独立完成。那也是会有木吉他，那还有像弦乐。有如艺人乐团，透过电脑将不同乐器层层堆叠，要完成每一首编曲，不但要掌握每种乐器的音色和调性，还得找出他们最棒的搭配。在编曲的方面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画家。那我觉得我加了什么音色下去，那整首曲子又会因为这个音色而改变它的样貌。蒋三省合奏，父子俩默契十足。蒋荣宗不止承袭爸爸的音乐天赋，现在也利用课余时间接受歌唱训练，往创作音乐才子的目标持续努力。记者艾旭乔大龙台北报道。寻找